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校人文学院媒体与传播学教授扎哈隆纳恩认为，大马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引致目前局势越来越分裂。他说，我国长期以来，甚至在马来亚半岛，多种文化都在发展、扩张，皆被认同，甚至不同的文化传统也被承认，各种民主相互和睦相处。然而，如今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分裂。他说，更严重的是，甚至出现有外界称大马华人是外来者的言论。他本身强烈反对这种贬义说法。他认为，真正的土著原住民才源自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我觉得这种贬义的形容词“外来者”言论理应被一再挑战，毕竟根本不被允许存在。他继续说，今天由于恐惧和怀疑、愤怒，再加上当权者的操纵，政治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不是完全的，但对一些人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现在给人们带来了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甚至出现了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字眼。他指出，根据其团队研究表示，其中有数多原因导致种族分裂，其中包括权力巩固、回溯真正传教的愿望、利用主要族裔群体的恐惧及猜疑、民族宗教情绪高、过去多年的政策失败等造成。他希望人民不要再把我国的政治人物、传统和宗教领袖视为神，毕竟他们不是。此外，扎哈隆纳恩不认为专注于英语会削弱国语的叙事。他说，在马来西亚，有人会说三、四种语言，而且每种语言都能说得很好，因此，他不认为使用自己的母语会造成课题。在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权利，被允许使用各自的语言。他认为，语言主要是获取知识，知识取自不同的方式及通过不同的语言。他续说，如果害怕马来语可能将被其他语言取代，关键在于决策者应该探讨是否应该让马来语变得强大，而不是削弱其他的语言。若只是一昧地削弱其他语言，而不思考如何强化马来语，这是不对的，且是行不通的。乌统昨日召开的最高理事会议，首相伊斯麦沙比里缺席。乌统消息人士证实，首相兼乌统副主席伊斯麦沙比里昨天缺席了乌统最高理事会议，但缺席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斯麦沙比里确实没有参加昨天的会议，我们仍在了解他缺席的原因。据中国报引述消息人士称，昨天的会议上也讨论了来届大选的事宜。至于伊斯麦缺席乌统最高理事会的原因，是否是为了回避受促马上举行大选的压力，消息人士拒绝对此进行推测。无论如何，即使他缺席，也不会影响乌统最高理事会或政治局的决定。我们可以随后通知他会议的决定和结果。国政学周前宣传主任伊山加里尔在昨日的会议上受委为乌统最高理事，取代达祖丁的空缺。有观点认为，这是阿莫扎西在大选前清理门户前的动作，以避免这些有争议的领袖继续成为乌统的负担。消息人士指出，这些遭除名的领袖都是在过去和乌统最高理事会决策唱反调的领袖。我们认为，让路给新脸孔，总好过继续让他们在党内的唱反调，影响乌统的步伐。乌统革除了达祖丁的最高理事职位后，霹雳一党向达祖丁招手，
欲邀请达祖丁以一党党员身份加入国盟，迎战第十五届大选。披州一党主席拉兹曼 Razman Zakaria 表示，如果达祖丁在第十五届大选中不获国政巫统委派上阵，那么他可以代表一党出战。现在已经宣布将随时进行选举，不仅仅是坐在国会议席代表，也包括首相的表态。如果举行第十五届大选，而达祖丁没有在国阵中获得一席之地，那么披州一党准备让他代表一党，以国盟的旗帜参选。不过，他也补充，前提是在国盟的一席分配中，巴西沙勒国席属于一党。国阵前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穆沙指出，巫统革除达祖丁的最高理事职将引发党内危机，并造成裂痕。他今日在面子书发文指出，巫统有多名领导人被视为党领导层的政敌，而他们也将遭到革职。他指出，即使有规定党主席有权革除最高理事职，但这样的行动对巫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说，党主席很少革除领导层的高职，就连敦马哈迪在1981年至2003年担任党主席期间也很少这样做。即使在马哈迪时代，公开挑战他的部长、副部长和最高理事也不会因为不支持主席而被革职。他说，随着达祖丁的革职，其他派系的领袖也将接连遭到革职。达祖丁向阿莫扎西割下狠话，与他作对的人最终都会被送进监狱。达祖丁强调，他很快就会重返理事会。他指出，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有权革除他，但是也警告阿莫扎西，党员有权利选择他们想支持的巫统领袖。我很快就会回到最高理事会，以前前巫统副主席安华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不久之后就被革职和送进监牢。根据新海峡时报报道，达祖丁强调，主席有权委任或撤回任何委任，不过党员也有权这样做，等着看党员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他们的权利。